写着昨天的愿望，在那薄朦胧的晨钟里，有着酣睡的肆意。当年最想逃离的地方，才是最美的天堂。不可复制的一段旅途，才是独一无二的记忆。回首来时路，才知奋斗的意义。是悲伤，是盼望，你应前进不断，而生命激昂。是不安，是迷茫，你应坚持不懈，而灿烂辉煌。是快乐，是幸福，你应勇敢自信，而随风飞扬。是热烈，是疯狂，你因你的梦想而努力生长。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，不负时代，不负韶华，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。悲伤是盼望，你应前进不断，而生命激昂。是不安，是迷茫，你应坚持不懈，而充满辉煌。是快乐，是幸福，你应勇敢自信，而随风飞扬。是热烈，是疯狂，你因你的梦想而努力生长。我站在骄阳之下与你告白，谢谢你，心